主料琉璃泥块淡奶油鲜牛奶250克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材料很简单，榴莲一块，鲜牛奶一袋，淡奶油，糖视情况加否。我的榴莲很甜，没加。将所有材料放入电动榨汁机中，搅打成泥即可，香甜可口。不喜欢榴莲的 MM 请绕道走。烹饪技巧：鲜牛奶要冷藏后再用，口感更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